科技、年轻、创新，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会形成怎样的团体？横琴的小可乐告诉你。面临新时代、新机遇，小可乐也将整装待发。本期变化中的横琴将带您与小可乐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徐润泽一同去探访。更多精彩，敬请留意8月19日周日晚7点半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节目《变化中的横琴》。